他的伤口已经感染很严重了，只能截肢。 小心着凉，我去给你买一杯奶茶。 吴医生，你好，我是厉泽良的女朋友。厉先生有女朋友了，真好，看来他恢复的不错嘛，怪不得现在和我联系少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本来是想问您，阿言腿日常护理的问题，不过现在不需要了。确实不是任何人都能接受这个现实的。您误会了。 我不是因为他的腿。那就好。当初为了救人，他连腿都不要了。他是一个好男人。你说什么？他的腿是因为救人？是的，那是2年前的事了。他在救人的时候，腿被划伤了，加上下雨又失血过多，最后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感染很严重了，只能截肢。 自杀者最后也没救成。李先生，白白赔上了一条腿。你知道我喜欢户外运动，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意外就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。这就奇怪了，他左腿的腿骨没有问题，不像是有摔过。 Without your light, I need to be where you are. Listen to the stars, they tell me every night the stories of your past.